Yabby，Yabby，各位夜光家族的朋友们，晚安！我是钱彦宇，这是我的全新作品，对，韵文云舞，大家买了吗？好，然后现在已经发行了，然后之后有更多有关于我的个人的宣传活动，大家可以上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，Ian 陈彦宇，IAN 陈彦宇，去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在里面 follow 到我的粉丝专页哦。然后呢？今天来录光宇哥的这个电台节目，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礼物，就是我自己亲手签名，然后我有写一些字，一些要对你们说的话在上面。如果大家想要得到这张，对，价值非常高的海报的话，大家就要三个问题，有奖征答，你们才可以拿到这张海报。那第一个问题就是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我刚刚在光宇哥的节目上，然后我跟光宇哥有聊到说我的哭点很低，那我是在谁的演唱会，然后听什么歌，我哭了呢？请作答。第二题，第二题是，刚刚在光宇哥的节目上，光宇哥放哪一首歌的时候，我跟着一起哼了几句，然后还有和音呢？请作答。好，第三题，第三题就是今天来录光宇哥的节目，播的最后一首歌叫做，Yabb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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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Yab